上海这本帮菜本帮面都是用浓油赤酱，红红亮亮的，你以为这个面会吃着那种咸鲜的味儿，其实吃到嘴里面永远是甜味出头。咱今天在上海继续吃面啊，还是吃面最爽。我发现来上海没办法，咱是面肚子。还有呢，就是上海这面做的还真是挺有特色的。我这会儿要吃这个面，叫沪西老弄堂，还是必吃榜，人气很旺。我专门挑了个人少的时候来，这会儿已经快两点了，我估计这会儿没啥人。看，就在这种老弄堂里边，这面馆外头是高楼大厦，里边就是这种状态，这种难找的点都好吃，这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啊！我要不是吃面的话，我要看看他咋挖。就这怎么进去？还没进。这个点还有人，多亏来的迟。特色是哪个面？像我们这的，现在跟大厂当中要换的海鲜面是我们的特色啊。海鲜面是不放味精的，还是纯海鲜熬制的，蛤蜊出汁拌的吧？拌的。这面在这边，哎、哦、呀，这都是浇头这边。哇，你们这个上面很高级、啊、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蛤蜊猪肝面，这一大份儿，这上面这是葱油吧，葱油，很香。你还别说，这家这面卖相不错，老板说他们家这是上海经典的这个叫本帮面。这面还没吃到，我对他们家这个食物打满分，不过是目前为止我吃过的面馆最好的。好吃，这家比咱吃第一家强。这家面这个甜味儿不是那么重，鲜甜，因为我简直点睛之笔啊，这个甜。这家猪肝，猪肝看您的切得很薄，这家这是高可好的，蛤蜊的那个鲜味也有，蛤蜊。我还会为这个面专程来一次他们家，怪不得人这么多。这会儿两点多了，真的。这猪排是他们家。我看是美国必点的啊，在上海吃面感觉跟吃米饭一样，太丰盛了，很舒服。里边上裹的是里脊，18块钱，很惊讶，好会香，好吃。四季老板强烈推荐的，说是小时候，我不是上海人，我也不知道上海自己小时候味道啥味道。跟那个鲍鱼的味儿很像，是上海的鲍鱼，什么都是甜口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两天吃习惯了，这口还挺不错。你这个面看着不错呀，我能闹你好不？能呀。看这肉，这个是辣口的，甜辣味也是带甜的。我发现你每次点的汤面都比我的干拌好吃。我给大伙儿建议，来上海吃面你就吃汤面。这老板刚才问我所谓的辣，就完全吃不出来辣，真辣呀！你居然在这面馆找到蒜了啊！你这是给我包的是吧？啊，那给你吧。对于我老陈来说，吃面不就是为了吃这，是不是？对。这面刚才要是60分的话，这一个蒜一来90分，省着吃，最后一个了。好几天没吃蒜了，特亲切，想疯了。面吃完了，一碗底臊子。吃完了，点评一下啊，这家面馆是目前我去过的面馆里边服务最好的。发现上海几乎我去过的馆子行服务都挺好，国际化大都市就是不一样。你说口味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百人百味。你要是喜欢这个甜口的话，这家面馆绝对适合你。我给它综合打一个4颗星，绝对值得来吃。